快点给我钱，快给我钱，快点给我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快给我钱，给我钱。师傅，嗯，为什么要泡澡啊？沐浴净身，方能让你进入灵修之境。泡澡可以，能不能别让他画我？谢谢。见了很多投资人，约在这里的还是第一次。你好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感恩。Peter 是基督徒，这次归国是为了辟谷灵修。上帝保佑。按照规矩，他会一直禁言到修炼结束。所以，他会一直用眼神来表达。我负责翻译。好。Peter 先生想知道您是为什么要研制这款产品？这款产品的设计初衷，是因为我的父亲，他的名字叫范英雄。母亲去世之后，他不仅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而且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因为创业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，但是我相信所有科技的发展都会回归人性。这款产品是将我和他连在一起的纽带。我美国的董事在月底来中国，我认为我们可以再约一次见面。我的车就停在那儿，所以请回吧。那就不送了。谢谢。我们下个月见。老同志，你要踹车崴了脚就算讹人啊。跑啊。我不跑，红灯。骗人你都骗到和尚庙去了，不怕遭雷劈啊？来，我现在开启一扇咱俩沟通的小窗口哈，我再一次澄清，我这不是骗，是融资。嗯，我欠了多少钱我自己不知道吗？大叔，算算。哎，你往哪儿放？51,28,000。不是你弄丢了，我怎么还人家？再加上
你老姨后老伴干儿子的八千。夹手啊，停止对话了好不好？等我有钱了，我肯定连本带利还他们。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在外边到处忽悠不着家，你把家里门锁都换了，我怎么着家？下车，五下，下，五下，有骨气。行，头一回看你这么有骨气，棒棒的啊！哎，哎，哎，绑架我变形金刚是吧？下车，投降。投降，亲爹！你说亲爹，投降了，服了，投降了，我投降。知道咱俩谁是胳膊谁是大腿了吧？爸，来，进来聊一聊啊。说啊，聊啥？怎么聊？啊？哎，哎，回聊，我这，我投降了。投降了，我的爱心啊放这儿了。投降了，我把那脚镣给你解开。谁是胳膊，谁是大腿？回见。出门也不知道充满了电。哎，干嘛的？刷广告的是吧？没有，大爷，我们这献爱心的公益活动。不行啊，这字儿啊，不行吗？写字啊，得讲个叫个基本功啊啊！你行，撇是撇，竖是竖。哎呀，哎呀。这个你就好看了。哎呀，照这个来。行行行，谢谢大爷啊。来来，哎哎哎，范小兵，你个王八的无独子，快还钱！字儿还是烂呐。啊。大鹅画的不错。大爷，我们画的那个是鸡，那是我们澳门公司的动感大 logo。哦。把大爷也捎上，这小子也欠我钱。大爷怎么称呼啊？爹。哦。哎。哪种爹？亲爹，亲爹，亲爹，亲爹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堵到大门口写大标语骂人，你们欺人太甚。对方几个老娘们给你们造这样？一个老头，特壮，史泰龙啊，老史头是吧？大哥，你不知道那老头会耍拳，老猛了，我们没整过呢。那你们这天天健身，咔咔搁那大胸肌练的，怎么还？你干啥呢？大哥，听说你最近感冒了，特意给你买的感冒灵，早用早好。植入呢是吧？啊？显着你了是吧？我从东北发廊给你们几个带出来，咱一路南下，今天好不容易到了跨国公司啊！哥，澳门不算跨国。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咱们再那么着钱，就集体回东北找头去吧。狗哥，哎呀，狗哥！我最新研发的产品。寄养在草原上的幽香。哎呀，让OK哥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还，哎呀，就哎，真有点忧伤现在。很多人劝我，叫我改行做互联网，我拒绝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了一句话。高利贷借的不是债，是爱。好朋友能借你几万块，再亲的父母无非几十万，能借你几百万，
甚至几千万的，就是我们，我们才是众生真正的梦想导师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按就菜不做菜，我最恨的是不守规矩的人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哦 ，OK 哥，那个我作为华北区的总负责人，这钱没要回来是我不好，那个我不配吃你做的这个羊排。话不能这样说，当初你来公司做，就为了一口饭。放心，公司不会饿着你的，全部吃掉，用你最大的气力，去摆平那些难搞的客户。OK 哥太能开玩笑了，是吧？狗哥，你这是包了！你说徐胜了徐天 ，OK OK。OK 哥，我还有个要求，这个饭我能不能打包？吃饭是恩赐的，当年我言语无损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大哥给我吃个什么东西吗？一个茶杯。做这个新产品的实验呢，有一定风险，你确定要做吗？又不是没做过，钱还是当年结是吧？好的。Hello， 又去当小白鼠了。为了那点钱，脸都不要了？你都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了？我不是为了钱，我这是朋友有一个新产品，然后我帮他去试一下。喝酒。哎，脸都过敏了，还肿得跟猪头似的，别喝了。平时可以不喝酒，但今天必须喝两口。因为什么呢？今天终于有一个人认可了我的才华，准备要投资我。但是你最好先给我拿个吸管，我嘴不得劲儿。哎，你高兴一下呗！这次我成功之后，你就要做好准备跟富人做朋友了。来，为了你飞黄腾达的明天，我敬你一杯。行，挺假。哎，这嘴还不好找了呢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成功了之后，我不仅把自己的债还了，你家这个店儿，我打算给你翻新一下，扩大一下，让你爸狂笑九泉。哟，那你以后超忙的，这种小事你还能记得住吗？你要不相信我，咱俩立个字据好不好？范小兵，决定投资。刘文卤怎么写？卤煮店，你签上字，这合同就算生效，好吧？记住今天是哪年哪月，这是以后的谈资啊。其实我在这小店也挺好的，你说人活着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累呢？刘文同学。我要严厉地批评你，怎么那么不思进取呢？啊，你像我，你有这么一个积极创业的好朋友，你是不是自己也得努点力往前迈一步啊？那你什么时候向我迈一步呢？嗯，我这不是正迈着呢吗？嗯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
令杀死。喝多了吧你？这点还不至于。来来，我在转转上给你买了个二手电话，赶紧把你那个便宜啰嗦手机扔了吧。范小兵，你肯定能成功。我是搞金融的，认识一下啊！幸会幸会啊！幸会幸会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澳门铁公鸡金融借贷集团大北方区业务部首席执行官方健。扫一下二维码，直接可以添加我的微信，有惊喜哟！我刚才听你说话那意思，你认识范冰？没事，这小子欠我钱。他啥时候回来啊？你瞅住这破地方，你瞅。哎，这孙子，他也欠我没啥钱呢。我跟您说，这公寓就是我租给他的，要我怎么能到这儿来？你这怎么话闹的？你说那这么着，回头啊，就是说我见着小兵之后，我肯定替你面啐他样的，真的。是啊，哎，你给我站着！你当我傻呢？啊？你个东北人，你装什么北京人？我都听出来了，老仙儿，以后有任何金融方面的问题，可以直接咨询我，听着吧？那，哎呦，一双慧眼你啊，不带认错人的。寻狗启事，必有重伤。你看这样，咱俩还是找狗去吧，找人也不挣钱的。哎，小兵嘛去？你叫范小兵啊？我哪叫范小兵？那就看小兵，小兵，哎，稍等，哎，你稍等，来呀，哎，你稍等，来呀，跑得还挺快，哎，怎么了，老张？范小兵回来了，哎，啥情况啊？范小兵，范小兵，他这干的，哎呦我去！跑来，你别逼我啊！我现在没有钱，我有钱我还你，好不好？不是钱的事儿了，你侮辱了我的智商，还欺骗了我的感情，知道不？那你想怎么的？在这儿跟你耗到天亮，我看你还能跳下去咋的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兄弟，咱这50万不是一玩命啊！哦，哎呦，太危险了吧这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是欠点啥吗？这是！哎呀，这都不安静！哎呦我去！有这本事，他出去卖艺多好，搞什么科技呀、啊、他？建哥，那咱现在咋办呢？没事，跑得了儿子，不还有老子呢吗？嗯，哥啊，三思啊！熊熊，先别忙活了。你留下来吃晚饭。我干了。你家东西怎么坏？小吴。不叫小吴，叫仙仙。听说你特别爱吃肘子，小兵送的。我吃。苦肉计。用这个破肘子换他的破车钥匙。
心眼儿。那这也是小兵拿来的。看着你们这两个人呢。行，这是他那个车钥匙，帮我还的，电充满了。我都快成了你们两个人的快递了，是吧？小兵他忙，他不着家是应该的。你身边不应该没人，对不对？我跟小兵说了，他没什么意见。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。这个酒我喝过，好喝是好喝，就是有点酸。你多喝点。嗯。我还给你备了虎鞭酒呢。喂。是范叔叔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我是小兵的朋友，他出事了。什么？今天早上7点，带50万来明城墙。哎，小兵，小兵，你怎么又吐血了？小兵，小兵，你挺住。怎么了？范叔叔，嗯，小兵出事了，那钱带了没？快快快！你好，忙。你好，我和范本滚。走。小兵的朋友，是。钱这个事儿啊，让你费心了。从小给他擦屁股，这回咱们一起擦。今儿咱们用这个擦。这擦。就受伤了吧，就你说这个实心的铁棍和空心的铁棍打到你的头上，哪个疼？头疼。错，是你妈你爸心疼。那那范叔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这咋还牵上手了呢？对待亡命徒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比他还亡命。啊，这个东西杀人过瘾。关键是你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临死之前的表情。爸，你这是不是咱之间有点什么误会吧？误会了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大爷，这钻头质量真好。有吗？脑袋质量更好。哎呀！哎，右手算啥本事？这脸还粗！我去！范叔，别下手！别来了，回见啊！回见，回见！哎，给您添麻烦了啊！哎呀，挺大岁数了，还参与群殴，慢慢的啊！范英雄。我真替你感觉到光荣，哎，光荣，怎么了？哎，真光荣是吧？哎，爸，你真光荣吗？别闹，别闹，派出所门口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那小孩，别拍了，哎，你这上一边去，那个你别发朋友圈啊，拍啊，小朋友，名儿爷爷都给你起好了，哎呀，智勤不孝儿子。这么大岁数把人捆成这样不羞耻吗？啊！我这样做是让你永远不羞耻啊！羞耻！用你帮大傻子骗我，要不然我能进派出所啊！快点，我去丢人了！大爷，快给大爷扔那儿吧！小蛋，来，走，快跑！来，大傻，好啊！你怎么又来了？能把我儿子抓进去吗？啊！帮我吓唬吓唬我儿子啊！啊！这小子太不像话了，我是收拾不了他了，你帮我收拾收拾，听见没有？行，装的像点。哪儿呢？哦，什么叫下？我们直播呢。哎呦呦，演员秀，放下！别看，别看啊！给演员秀，别看，朝阳秀，太好了啊！演员秀。
哎，发朋友圈，哎，王婶买菜去了。哟，小斌啊，哎，这是干啥呢？就是啊，我们闹闹闹玩呢啊，我们试试这个塑料袋粘不粘啊？哎，几位阿姨看着挺有兴趣啊，菜都不做了，我给你们绑上面玩会儿啊。我们可没有。什么年轻人啊，还玩老年人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这么弄我也没有用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我的财神爷下个月从美国回来，你等我下个月我把钱还给你。就说你这个人吧，大哥，人啊，人搁这儿呢，大哥啊，搁这儿呢啊。你的财神爷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的阎王爷就给我10天时间，你呀，多凑点钱还我们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在你没还钱之前啊，我得一直跟着你。根据你以往的表现呢，我害怕你再欺骗我的感情。来来来，哎，喂，这场上来，来，我让你不还钱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是顶配，46.8万，然后呢，我46.8万，别害怕，我就收你5000块钱就完事儿了。给你，也就值3000块钱，我干。3000。还最起码，这怎么这样呢？赶紧走，要不关交一万啊！瞧瞧我买，我走走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多少钱？留点儿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师傅，嗯，我想跟您借点钱。长这么大，这是第一次有施主向和尚化缘。你真的很不容易啊！不借，是不是还是当天待会儿给借？就还是最猛那个呗。新牙都签了是吧？签了签了。没拿这个，放这个，那个没人敢试。啊，签了签了是吧？签了我就上了啊！上了上了，赶紧赶紧，快快，弄弄弄。哎呀，叔叔。你别按你的老微信了呗，就你这人缘，谁能搭理你啊？你赶紧再琢磨琢磨，你家里还有啥东西能卖的？我家现在闲置的就我一个人。干啥呀？给你照个相，挂网上给你卖了。你还要不要脸？真照你啊？你能卖出去吗？你值钱吗？我给你指条明路吧。你碰瓷儿去吧！哎哎哎，你怎么看着你？哎，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快回来，快点！哎，这都是技术活，别撞死你！我你这46.8万买的，你给我5000块钱。哎，我去，给我5000块钱走，怎么样？竞争这么激烈的吗？这个大娘，大家看看，你说你怎么开车？你会？我哥们过来接我来了。哎哎，放开我！干啥？这都知道是干啥？这是？别怼我，搁那怼你！放开！巴顿决定戒烟，来到这里透透气。谁呀？啊，我老板。嗨 ，OK 哥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门店商。听说钱筹的不太顺利。啊，是，你这钱筹的不太顺利。咱就倒好了，看你们两个唱什么戏。你好好给哥唱，是吧？把这戏唱好了，再给你唱啊，哥。怎么样，哥几个最近啊？啊，钱我肯定还。但是要一个月以后，我知道你就带生意，可惜我等不了那么久，后面是火葬场。欢迎熊谢老爸，对吧？再给你一周时间，钱不到位，我把你老爸送到那个地方。哎，放兵，放兵，放放兵，站住！他们这帮人疯狗。你就照他们说的做不就完了吗？哎！
你敢给我爸试试，我弄死你！我什么时候想动的？是他们想动他，你得赶紧凑钱了。现在一个礼拜50万怎么凑？天上掉！瞅啥呀？冥币，我这还有一张1000万的呢。你想啥呢？什么也没想。你别跟我装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想什么呢。你跟我想的一样，给你爸办个假葬礼，咱们收份子钱，这多快呀！去你大爷！做这种事天打雷劈。你爸真死和假死，你挑一个。睡着了。我那天开你这车，觉得座位特别硬。你这腰要是坏了，我可伺候不起。给你弄了个垫儿，来垫儿。我就是瘫了都不用你管。说吧，主动上门，安的什么心？行，不领情啊！来，拿我这，哎，别瞎了，想得美，舒服着呢。来，你肯定有事，说吧，坦白从宽。我还真有个事儿，那个我去学校啊，给你请了假，想让你出去旅旅游，散散心。哼，有钱了，我是不是寻思孝顺你们？有钱了赶紧还债啊！我不去。那个债呢是肯定会还的啊，但是呢时间不等人。你想一想，你这腿脚以后要想出去玩，去不了怎么办？而且我都安排好了，仙霞阿姨会跟您一起去。那我就更不去了。去云南。爸，咱们来北京都20年了，你就不想回去看看？行，机票钱我自己掏。先生你好，哎，问这接机，哎，好嘞，好，你把行李给我就好了，哎，哎，上车啊，好，好嘞，好。我要吃那个鲜花饼啊，好，我爱吃那个梅。啊，来吧，现在我来啊。小子从来不谈话，家有老婆不娃娃。阿里里阿里里阿里阿里里。开！哎！你们几个虚的！你看我。爸，这事儿过后我肯定好好孝顺你。急来啊，范总，范总，
这儿。哎，后面老板在那儿练，我得找人叔啊。可不嘛，没想到这么脆啊，就走了。是啊，这哎呀，可惜啊。你也得多注意身体啊。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给叔磕一个去。嗯，高总来了。哎呀，这高总拿这么多，这些都是吗？是是是啊，分着装。那照个相吧。啊。照一下，谢谢高总啊。萱萱收到我的信息了是吧？今天顺便什么什么。哎，那怎么今天我没给你压岁钱吗？有出息啊，萱萱，去吧去吧。哎，指标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吧，挺着急的，我就没带现金啊。那不挑理的啊，都是一份心意啊。那你带卡了吗？我那个是我钱包我就落家了，那个我去办一下啊。哎，咱们这儿支持微信转账啊。哇，这老房子，哎呀，这房子的岁数应该比你我的加起来还大吧？哎，这个是石榴树吧？这画还在。看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小珍小时候画的。哎呀，这个是你们家的老房子啊？这个也在。啥呀？这是给小兵记录身高的。到这儿的时候一周岁，会走路了。这个是会叫爸爸，这小子嘴笨，说话吗？到这儿的时候，会淘气了。等到这儿，我们就搬走了。钱都差不多了吧？别担心，兄弟，我尝尝，闻着挺香啊，啊，是吧？大家干下了，先退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赵，范小兵。啊，对，范小兵。麦克哥，好久不见了啊。是不是你给我发消息说你爸死了？啊，咱今天不唠这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方。你爸死挺是时候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不是欠挺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收不少礼金。包呢？包。来，
一点心意。少了，再来一点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自己人。你这是爹就死一次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没吃卤煮呢，怎么落的全是下水壳呢？啊？说啥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那说啥呢？哎，行行，别闹！你这，我跟 Michael 哥这好朋友多年感情了，人家把钱收着了啊。我就是安慰安慰小兵。啊，小妹儿。你们怎么聊上了？偶遇老朋友。这不是吧？你也认识他？他就是我跟你说想让你投资的那个人。起来起来 ，Michael 经常来咱们店里吃东西，是投资人，所以我想把他介绍给你。我们其实老早就认识了，我以前跟 Michael 哥我们合作过。真的？嗯。对，合作过，合作过。以前给我当过司机。哎，范总现在干什么大生意的？哦，我瞎忙啊。小文，人家范总不需要我给他投资，让我投资的是你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愿意？没有。不能不愿意。那个小文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把这个店儿再翻新一下。Michael 哥，你是有眼光的啊！我代表小文敬你一杯，咱把这酒喝了，这事儿就算怎么成了啊！哎，我干了。小文，你给我干一杯，我给你开连锁。要不少喝一点，那小文酒量不行，少倒一点，意思一下。来，行。谢谢麦克哥。走了，不吃了，扫兴。今天又赚两万块钱，我给你看看吧。两万，左脸赚了，右脸赚了，左脸赚了，右脸赚了，就这么赚吧，我就这么赚，就这么赚。小明，你干啥呢？人那个姑娘，那心思我都看出来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那就是非得让人喝那杯酒。你俩这关系是不是没跟老妹儿挑明了呀，小兵？怎么挑明啊？我混成这样，我能给她什么？她爸走了，就留那么一个卤煮店。我希望他能好。我明白，阿兵，我非常明白。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吧，就这世界上不是每个女的，啊，都认钱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追我那个吧，他就是深深的被我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了。你跟我扯什么犊子，方健？我真没跟你扯犊子，啊。本来呀，他就想让我在城里挣点钱，回去呢，我俩做个小买卖。
让我远离江湖上的腥风血雨。干啥？你搁那放啥？放大啥呢？搁这块儿啊？哎呀，现在好了，全让你给毁了。哎，只要你老板过来拿钱，结束了。这世上还有这种当爸爸的？离了婚想看孩子直说嘛，鬼鬼祟祟，弄得跟人贩子似的。当然我也是有点冲动啊，但是我完全出于好心。对，你是好心，就你是好人，其他人都是坏人，我也是坏人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这叫见义勇为，我这叫结账理赔，所有赔偿加一起35万。啊？凭什么要这么多呀？这些人还讲不讲点道义啊？讲什么道义啊？是不是你翻人家墙头？是不是你刮人家汽车？你品味可以啊，你刮的那些汽车没他妈一辆低于50万的。哎呦，小兵别说了，你他妈跟谁他妈他妈的这么说话呀？啊，跟车，跟车你妈车去，冲你爸来啊！你放心啊，就这个钱你先给我替我垫上，回头我全还你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钱我从哪儿弄来的？这钱，你，我以为到云南来看望我来了，来训斥我来了。阿姨没替你看好你爸爸，对不住你啊。跟你没关系，我太了解他了，发起脾气连自己都揍。其实他爬上屋顶啊是为了这个。嗯，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。在水里，在水里。好好好，我知道我知道。爸爸，你不是枪法挺准吗？这个爸爸可打不过你。爸爸，你也给我做一把枪吧。小时候，我跟我爸总是一起打红斗罗，后来。他给我做了一把弹弓枪，那时候我淘气，老拿这个打别人家窗户。他说要把这个给我扔了，没想到他藏起来了。爸，钱呢？云南出了点事儿。OK， 给你3天时间，否则这里有3张照片。啊，他一个人不用洗2张照片吧？
走。替你还账，我该你的。你家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该给我卖了，报复性。跟你在一块太危险。买保险保平安。你爸以前是军人呀，把手拿开。哎，这照片里这几个人，你通知没有啊？这不能联系，这是我爸老战友。你看，脸都弄埋汰了，你这……哎，我的妈呀，越弄越埋汰。你怎么会有的？小兵之前发给我的，想让我看看你那时候有多威风。哎，你跟这些战友还有联系吗？很多年没联系了。你怎么从来都不说你当兵的事儿？嗯？素吗？菜不素，音乐有点素。出卖我那个澳门财务抓了没有？抓了，随时可以处理。抓了什么屁用？我澳门那个账户已经被警方冻结了，一分钱都没有了。要不然为什么要追他的50万？我这个老大当得很失败。阿哥，我们去美国躲一躲。我觉得那两个人可以当替死鬼，我们用新的身份到美国。你家这茶叶咋跟锯末子似的呢？嗯，你心里有点数啊？你现在不光光欠 OK 哥的钱，还欠我的钱啊！昨天呢？我还搭进一身皮衣皮裤，这都是真皮的。你说这棺材卖二手，能不能卖出去？大早上就喝了你啊？谁呀？你家你问我谁？我哪知道谁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干嘛关门呢？咋咋咋？关门呢？我昨天打电话，今天就到了。大门呢？这不是等开门？对呀，开门呢，关什么门呢？叔，小斌啊，说你一个人在家吗？我们想见老连长最后一面，不能见，为什么？你猜呢？什么猜？哎，不行，给我闪开！是吧？是吧？老钱，老钱，冷静点！哎，别去！来，闪开了！小平，老连长怎么趴着呢？啊？啊？我们老家的风俗。什么破风俗啊？我得见老连长一面。不行，叔，听小兵的，死者为大，别惊动了老连长。对，各位叔叔，咱们要不上个香就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老连长说过，无论谁先走了，活着的都要为他唱首歌。对，唱歌。咪嗦啦咪嗦，拉嗦咪哆来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，一二三四。好，唱太好了。各位叔叔，已经日落西山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现在回去还能赶上看新闻联播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还没有同连长饮酒啊。也不知道我那帮老伙计现在怎么样了，
20年前，这里是重要的贩毒窝点。那年，我们准备把这里的毒贩一网打尽。可是，我和兄弟们跑散了，和那个毒贩直接面对面。就在我把枪对准他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把枪放下了。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军人，于是我退伍了。小兵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可是我总希望小兵各方面都比我强，哪怕他不当兵，他得务正业，走正道。一个男人有担当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嘛。小兵他只是有他自己的事情，这次他安排你来云南，就说明人家心里有你呀，是吧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头有点疼。人呢家万重山呢，流浪。老钱，老钱，老钱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。让老连长好好睡觉。哎呀，老连长啊，有你这么个好人在。茶水喝多了。我不是好儿子，你必须是个好儿子，必须，要不你对不起你爸呀。小兵啊，你知道你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你妈生的那天晚上，我们正在野外训练，对，我们决定一块儿给你起名字。我给你起了个名字，叫范伟。掉，伟大的伟，掉了啊！范伟那么土，我就在范伟后面加个旗子，叫范伟旗。范伟旗，不是还是土嘛？你看我起的多好啊，让孩子健健康康，范健。好，来呀，谢叔。你把提议说是你毕竟当兵的后代，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叫你范冰冰。哎呀，后来你妈觉得小兵啊更可爱，你爸呢就正式给你起名为范小兵。小兵啊，你爸这是想你妈了，所以他走了，可他就不想想我们吗？啊，我们还想见他最后一面呢。活了？什么活了？老连长活了。嗯，喝多了是不是？喝多了，根本就是老连长觉得这个双李太寒酸，他深怨未了。好，叔，你们说的都对。就是我范小兵没有出息，
我不能让我爸风风光光的。小平，没事，我们给你办的风风光光的。来，我们这就办啊，这就办。老连长的战友们全都联系上了，还有军校的同学们，我们准备借此机会给老连长办一个隆重的葬礼。拿着，这是新买的手啊，一会儿你给你爸换上。明天一早我们会安排车来接你们去参加追悼会，这是老兵们的一点心意。拿着。哎，我说，这衣服整挺合身的衣服啊！明天火化之前，我争取把他们都支走。终于结束了啊！你别争取啊，你得必须啊，要不然给我推火葬场，不给我练了吗？那不，这棺材还睡习惯了，冷不丁一结束吧，心里还挺不舒服的呢。我又给你买一个，行。明天先把钱还了。不是，那我的钱呢？你的钱肯定还，老兵的钱也不能要，也得还。我融资成功之后都还。不对呀，那我钱也是钱，你先还他们的。这谁呀？大半夜的。不知道啊。行，回去。我干啥？你先问。你先回去。小兵啊，爸，哎，还是回到家里踏实。来，扶我坐一会儿。啊，爸，爸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云南这不受伤了吗？压迫视神经了啊，看不见。你放松。哎。你吴阿姨给我送到门口，就要进来照顾我，我没让她进来。爸，你瞎了？屁话，暂时性的。啊，爸，那咱回去休息吧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云南那个事儿，我正式给你道个歉。爸，你。应该道歉的是我，你看我那天说话也有点冲啊。你这次安排爸爸回老房子转一转，爸爸特别感动，触景生情，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你小时候，咱们爷俩在一起那些个事儿。其实儿子，我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爸，不说了，我知道。就我还没说呢，你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，嗯。德行，还不让回。我呀，在云南给你买的鲜花饼，啊啊，我看看啊，啊，这个是有糖的，你的；这个无糖的是我的。咱俩不打仗，一人一半。这就算我给你赔礼道歉。嗯，那我就接受道歉。行，我放下了啊。哎哎，咱们去休息吧。其实啊，那天是闸失灵了，是不是？啊。什么东西啊？那，这个是我给咱家新买的柜子，爸。哦，是个单开门的啊。那你这孩子，家里不是有单开门的柜子吗？不喜欢我给他换了吧，换个大的。哎，啊，行，慢点走，来来来，我睡觉。好好，你早点休息。哎哎哎，到了吧？嗯，啊。哎呦，扎的吗？来，我睡觉了。
好，你也休息啊。哎，晚安啊，爸。晚安。不生气啊？哎，我高兴今天。拿着。什么意思？Michael 给我投资的钱我可没要，这是我自己攒的。刘文，你说我范小兵，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无药可救了？是。你还记得那个2119吗？那年你穷的，自己包了个装修队，我每天晚上都陪你在2119的大办公厅里跟人家刷油漆，这到晚上把你累的那个胳膊就拿不下来了，就这么挂着，见到谁都像行那个烧仙队队里。那不是有礼貌啊。大哥吧你，你还说。我范小兵5年之内也要把办公室给立在这儿，你还记得吗？10年了吧？一事无成，哎，一事无成。成不成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一直都在努力。小兵啊，小兵，哼，这边有个墙，墙上有个公鸡啊，我站门口等你呢，快点。爸，那是单开门的鬼子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遇难之后的事。怎么死的？说是病死。这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怎么活蹦乱跳的，说没就没了？啊，太突然了。他脑出血没送到医院就死了，然后吧，他在北京没有什么亲人，也没什么朋友。我吧就把他那个就放咱家了。对不起爸，你别生气。兔崽子，这是你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，担当。头几天我把他打一顿，他这个脑出血跟我打有关系没有？啊，那没关系的，他脑子有病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早知道活不了几天，我就不该打他。是这儿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儿。不可能打他，我不可能打他。在里面走。来，小兵啊，关上。小兵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孩子，在你临走之前，我给你正式道个歉啊。上回那个锁喉拳呢，太狠了。回头我给你烧纸。烧纸，烧纸，烧。别。我怎么觉着他有点扎眼呢？爸，你刚好你是出现幻觉了。那别假手啊。应该是幻觉，应该是幻觉。来，放。我的担当啊！我心在风下飞，谁让他把一堆白堆，永远不化离开家，离开那个城满地。战死沙场，这一个巨大的痛苦，但死在战场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你是敌人的子弹，生活本身更难对付。战场上只有你死我活，可是生活中有更多的选择。一个坚强的军人也无法战胜叫做时间的敌人。老连长，你一路走好，下辈子我们还做你手下的兵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万英雄是我爸，他脾气很臭，臭到晚上说梦话都要骂人。他胆子很大，经常一个人出去执行任务。有时候我不甘心，为什么他是英雄，我是小兵？现在我知道了，英雄就是要先牺牲自己。我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我爸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回来了，但是现在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，爸，太长了。小心！你是这样的吗？把钱还给老兵，把钱还给老兵。以后我也还你的。把钱还给老兵。你要赶走。从此咱俩一刀两断。爸，对不起。洗安寝，兵书了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把真贤给你送了。
你已经没有时间了。陪我去澳门办点事，账一笔勾销。去办什么事啊？他挣死人的钱，我就让他花死人的钱。谢谢。老连长，再不生气，不生他的气啊！冷静，冷静。用这钱，又换你活了，他就特别特别的值。什么值不值的？压根儿我就没死。敬你吧！来，回头咱们喝酒啊！你们先喝，你们先喝，先喝酒。来，咱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，喂，范叔。啊，小维。小兵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他要出去办点事儿。他说他如果回不来的话，以后让我照顾你。什么？叔，你先别激动，叔，你先听我说，我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在哪儿呢？他要是去澳门的铁公鸡总部了。澳门。总算醒过来。我是这家公司的财务。是这样子的，胡哥跟 OK 哥要干掉你们俩，连同我一起干掉。不，我呢就因为知道的太多，他们有跑路，你们就成为他们的替死鬼。有可能的。因为他用火烧，用火烧掉以后，没有人看得出来的。醒过来。
我去结一下公司的财务。滚回哪来了呢？跑吧，走。结一下公司的财务。该打110报警，快走快走走。我们不是打110，打999吧。扑街，我电话呢？小兵呢？喂，我给你干了那么多事儿，你想弄死我？你赶紧把范小兵给我放了。喂。我是范小兵的爹。哎呀，是什么灵丹妙药让你起死回生啊？钱我都带来了，把我儿子放了。晚上7点，季涛在扩庄等你，带方健那个王八蛋过来，不行报警，否则你看不到你的儿子。范英雄，你别上当！范英雄，走！一个老头行不行啊？哎，爷们儿，你可以忍怂啊！我认怂，整得我好像是娘们似的。你们老哥几个很久没在一起并肩作战了，这回好好玩玩。老弟啊，兄弟带话是吧？英雄不老。这个船已经到了，不急，肉还没煮，几个老家伙应该快到了吧。英雄在此。钱带来了，放人。食材全齐了，你们快走。干什么？欠债还钱，你们应该放人了。钱都在这儿，一分不少，你点点。现在不是钱的问题。他要敢动我儿子，我就崩了你这龟儿子。爸，献给爱丽丝，献给范英雄。
好吃的东西，那就最新鲜的食材。全都给你带来了！爸，儿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欠钱的事我冲我来！老六宝，老六宝，我答应过你，送你爸的火葬场。现在我教你，怎么叫心语。我这是个你。还记着小时候爸陪你玩那个游戏吗？今天爸再陪你玩一局怎么样？爸，啊，这回可没有三十条命。
谁败楼。下点奖金，觉得他很旷课。儿子，不能放弃。冯小兵家枪也要举。你知道爸爸推这枪是怎么挨的吗？啊！你儿子叫冯小兵是吧？沧海教训，明天二班，不想再死的话，把枪给放下。爸爸是英雄一时，狗熊一世，你不能再犯爸爸当年的错误了。举起枪！爸，对不起。就这样死了。当时小兵和范叔倒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说说我的心里的。但是这不合逻辑啊，好人怎么会死了？这又不是拍电影，生命就是如此脆弱。当时小兵和范叔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不行，我疯了一样，我就扑向了 OK 哥，我跟他厮杀。要不是最后警察来了，我早就把他给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扯啥犊子呢？搁这儿。这真眼泪假的呀？这是啊！没事，我忽悠港澳同胞玩会儿。听说是你报的警，非常感谢。找不着工作，上北京找我们去，北漂啊！哎，走了，现在啊，老头们都去接受采访了。那咱快点吧。好烂的故事。皮特先生您好，今天没有沐浴，只是过来看看您，向您承认一个错误。关于之前我跟我爸爸的事情，我撒了谎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不行也没事儿。他同意了。Yes。吓一跳。你是不是傻？幼稚，太幼稚了你！不是，那我钱怎么挣？我钱算入股了呀，以后就叫你方总。什么玩意儿就入股了？我给你现钱完，你给我整一个回，我哪有那功夫等你的玩意儿？我给你钱生钱啊！喂，告诉你往里来，往里来的吗？成功了，恭喜啊！我那个店你还投不投了？哦，但是你要给我一张终身免费的 VIP 卡。呸！庆祝一下吧。干啥呢？那个我对象来了。你干啥呢？快点下来啊！一二三，再不下来分手。请给我一点甜蜜的天真，拒绝残酷的温存，就给我一个完美的替身，青春。
干啥去了？就这点路不记着吗？哎呦我天，你松开，这么多人的多不好意思。哎呦我都烦死，真粘人，你说。哎呀，孩子们，还记得范爷给你们讲的澳门斗坏人的故事吗？记得。记得呀，太好了。为了防止你们不记得，范爷爷再给你们讲一遍，想不想听？不想听。想听啊，太好了。话说，真正的英雄不是美国队长，更不是范爷爷，而是范爷爷的儿子范小兵。举起枪！爸，对不起。老爸，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，你还过得好吗？老爸，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我也越来越老爸，记得当时我离开家，你目送，没说什么话。老爸，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，紧紧的你在牵挂，我也在牵挂，是你叫我志在四方，什么都别怕，我不在家，你好好保重吧，你的希望为他。你爸爸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他这还算淡定的。爸，你大胆的往前走啊！哎，不是啊，小心啊！你遇到坑就跳，没事啊，掉下去摔不死啊！我来，哎，漂亮，没事，都假的。这东西真是你弄的？那当然了，你要喜欢的话，我把我奶奶我爷爷全都输入里面，晚上陪你出来斗地主。别吓唬他了。关键是你把你自己弄进去，让我随时能见着你。我就不当虚拟的了，你想我了我随时回来看你。不能随时啊，在我们方便的时候。爸，你注意身体啊。